台湾女星玉照竟然高登天涯呀。是不是朋友先留名啊，有就 PM 我啦。哇，呢条咁啊淫妇二代吓，涉嫌迷奸偷拍女星，搞到男高登发晒癫咁揾蚀爆蚀出 P。 哇，究竟系七张 picture 定系？嗱，北天涯咧就忙紧研究寻日流出嘅九张相系咪 PS 图啊？喺闪卡全部冇打噶，似翻拍 DV 啊！大部分人样啊清楚，仲分几个场景，其中三张女士主就眯埋眼，唔知系咪清醒噶？有张咧喺地中垂嘅下身，怀疑就口交；另一张咧系男方空袭半裸女事主，仲有一张啊系上紧床嘅时候影低噶。嗱，而家咧总共揾下揾下咁啊，夹埋十一张肉照啦，同埋长达十三秒嘅口交大特写入片。咦，谂下同2008年 Addison 嘅闪卡一样，个 source 都系天涯社区噃，构图 idea 都好似啊，咦，真系好邪啊！嗱，台北警方咧，而家就悬红大概50,000港纸咧，系缉捕李宗瑞噶。咁佢阿妈咧，寻晚就现身台北地检署协助调查嘅。至于拍拖一个月嘅 Joyce 咧，冇再 update Facebook 咯，亦都冇铺头。哇，佢经理人真系好搞笑，听我点讲啊！啊，李宗瑞啦，虽然系为 Joyce 嘅身材疯狂啦，咁但系都仲未去到一个做爱嘅阶段噶，咁我哋都好肯定噶。哇，佢啊搞笑到仲抽埋热闹，又搲出呢一批相、啊。唔好意思啊，真系咧有啲饱饱滞滞咯，唔该。